Hey guys, it's General here. 大家好，我是 General Chaos 将军。哎，上一次录的99式的视频的时候呢，非常遗憾啊，当时收音效果非常的不好，所以我也说了，我会再录一次。我操，这一把是夜战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刚刚一不小心不文明了一下。夜战也行，因为现在夜战有那个照明弹，所以说会稍微好一点，好吧？我们先看看，如果说录出来就是把那个视频录下来看，不是那种抹擦的黑，一片漆黑的，我觉得就可以接受，好吧？到时候我就会放出来。也不知道打成怎么样呢，一开始肯定是暗的啊。上次收音效果不好，那这次呢就不出差了。不出差的情况下呢，我就静下心来，再用正常的这个游戏音效来录一次试试看，好吧？再试试看。哎呀，好了，就一个点，哇，这张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还可以，现在有照明弹的情况下，真的还可以，我觉得是可以看的，啊，就一个点很难打呀，就大家只会围绕着这个点打，当然，如果说能卡到位置的话，还是可以打打的，但是如果卡不到位置的话，就会相对艰难很多，而且我们 A 点就来了两个人。一辆我，一辆小米一，那就很难。哦，那边有人打空了，不管他，还有那个直升机的声音。我差不多可以关，这边没人，好了，我可以关一关引擎了。这边有人，不知道几个，反正肯定是大于一个的。我听这个引擎声，一个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操，他没发现我。这是个豹二 A5 A6， 嘿，两个。但我这边几乎是没队友的啊，队友全在其他位置，而且也死的差不多了。哦，又黑了。哎，又亮了。哎呀，这个照明弹真爽。现在有了照明弹，夜战也很轻松了，其实。而且也可以录夜战的视频了。我本来还怕效果会很差，哎，前面有人，就在这边，往后退一点，然后关引擎吧。他可能现在是辆 90B 吗？好像不是 90B， 但我前面肯定有人。哎呦，等一等吧，等一等吧，现在我也很无助啊。后面有人，我听得到，前面也有人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刚刚那下打的就暴露了，是辆豹 A5。哎呀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下。哇，我周围一个队友都没有，队友基本要不就死完了，要不就在很远的地方放个烟先吧。我现在因为左边来人了，知道吧？哎，在这儿，九零式，前面的人不知道会不会出来。我放烟纯粹是为了挡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哇哇，哎呦，我刚刚那个叫什么电跑完了，所以装填很慢啊。那个人在这儿。等他出来可以再杀一个，又一个 A4。 好，这边，哎呀，完了，出事了，没了，哎，没了，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没了。我其实也不确定他刚刚有没有看到我，但是他当时炮已经瞄过来了，所以我肯定得，对吧？四个人头，哎，复活一次再杀杀看吧，看看能不能再做一些努力。哎呀，队友们死得好厉害呀！我怎么感觉地面上已经没有几个队友了？我刚刚在小地图上看到有人已经冲到我们家附近了，好像是啊。看不到了，现在又看不到了。
我们稍微绕一点，我觉得对面很有可能冲着我们，冲着那个叫什么蹲家来的，我要当心一点。不过目前打下来，我觉得九九式的这个钢针后效其实还行，还不错的。今天这把打到现在，四个人头全都是一炮杀的，对吧？不是正面，是侧面一炮进去秒的，所以说还行。因为有之前有的朋友说这炮后效不行，碎片少，其实我觉得还可以。我听到了右前方是有炮声的，不是炮声，引擎声，好像是在那房子后面。那我现在可能做不了什么，耐心等一下好了。耐心等一下。哎呦，音效正常的打游戏还是舒服呀，妈的可以听声音了呀。上次录这个九九是真的是哪儿哪儿都听不到人，就是一片嘈杂，轰隆轰隆轰隆。哎，不等了不等了，妈的正面刚吧，我防护也没有很差，真要刚也是可以刚的。主要我搞不清楚他是什么车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可以，这炮，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就在前面，就在这个小土坡后面，感觉是这个声音。哦呦，哦呦，这个碎石的声音，就在那儿，哇，声音太明显了，但我什么都做不了。队友如果不绕过去的话，我只能这边僵着，或者我往前冲去搞他。右边也有人。右边也有声音，这边看不到，正面有一个，右边有一个，妈的走了，走吧，走走走，我想想啊，走，就从前面走。侧面的有没有人？侧面的人，哎，不见了。我、哦、哎呦，看到了，哇，还好，好险。Track 打停了，冲吧他妈的。哦，好险啊，刚刚他也打空了。我倒车太慢了，我倒车快一点他就哎呀，哎，好了，他没了。小兄弟，他打的是破甲吗？为什么会被那个吞呢？或者他隔着墙打的，所以说那个炮口自己抬上去的，有可能。刚刚这个脚的这个人呢，是那个吗？刚刚的角落不是，都不是，都是死人。哎，那我刚刚引擎声那么响，那个人去哪了？先把点去踩了，不能让他们一直拿分。哎，那人不见了，那人刚刚引擎声那么响就在这儿，要么跑了。要不把点站一下。又黑了，哇，我的队友来了。哇，刚刚那个声音到底是谁啊？不见了，就这么小个地方，把点站完再走吧。好，走。哎，可以，16式侧前方是一直有炮声的。我现在杀几个人了？五个人，应该是五个人。前面有引擎声，哎，这边打停了，应该打不到我吧？这个，我操，他也能打到我，完了，我被点亮了。哇，他那个角度都可以打到我，哎，完了，我死了，刚刚被点亮了。不过也杀掉他了，六个人头。哎呦，刚刚被点亮了呀！他是怎么在那个土炮口？要么正好在外面，所以可以打过来。好可惜啊！我不被点亮的话，我应该不一定会死的。出个这个看看能不能炸个谁，或者拿个神挡杀神什么的吧。
杀我的这个猎豹还没死，当心点。还有个93式的那个防空车，哦呦，两辆防空车，飞低一点吧，飞低一点，飞低一点。哎，那边，那边直升机，看看他们拿神打杀神啊！好久没有专门来搞杀直升机的神打杀神了。好久没有搞嘞，我们慢慢往前摸，但不知道对面是什么直升机哦。但雷达现在想扫到我还是很容易的，赌一把吧，反正他妈的初始机不要钱，杀一架就是30000块钱，对吧？这把说不定能赢啊！我现在觉得。一开始打的我们这边打那么惨，现在居然打回来了一点。他好像吵我了，他应该看到我了。不管了，走吧，我是逆踪弹，逆踪弹也是有机会杀的，点燃他就有机会。哦，可以了。哎，他着火了，米24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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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。30000到手，宝贝们开心快乐无比，这把赚了，6个地面 一架飞机神打杀神，爽，赢了，反败为胜啊，这一把感动的不得离个了啊，我的天，可以的，赢了。看看这把多少钱啊，看看这把多少钱，哎呀，哎，可以，我一把82000，不错，再搞一把吧。这一把暗搓搓的打的不是那么爽，可以再搞一把，好吧？可以再搞一把。哎，好嘞，再来一把啊！这把 Ground Zero 废土嘛，就是那个被毁掉以后的阿拉斯加，是吧？我好像，哦，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玩，自从有了这张就是。这个版本的阿拉斯加以后，我还是第一次玩这张图，从来没玩过，因为我妈的现在太忙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嘛，对吧？哦，好，也好暗啊，干，这也太暗了，跟夜战区别不大，感觉还没有夜战那个叫什么照明弹亮，其实半斤八两啊。换家图一般要不就打得很久嘛，对吧？如果能活到最后就会打得很久，要不就快速的把两条命死完我们就走，好吧？也可以开热成像打这一把。说老实话，哎，这其实99是速度不算太慢啊，但它真的不算快，但还行。这是哪？这是个弹坑吗？哇塞，这真的是个弹坑，我从来没玩过这张图。就大部分布局应该跟阿拉斯加没什么区别嘛，对吧？主要就是中间这一块夷为平地了，也不错，我觉得这个小坑还蛮性感的。这边房子后面有人，关个引擎，就在右边。但我摸不清楚它在哪个位置嘛的，这个房子另外一边是毁成什么样，我不太清楚。什么车？维克斯吗？哦，这边没什么区别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儿看到了，再见，宝贝维克斯，维克斯大头，一个人头，7点几秒装填还行。这边又有一辆。两个人头，哦，这把打英美吗？我刚刚也没注意开局的时候，两个人头，再往前推一点，全是死人那边。哦，这个缝里面有人，他放烟了，放烟哈，放烟我有机会。就在这里面，应该这儿
哇，从正好打到他屁股底下的那个缝里嘛，没有伤害，再打高一点，看来要这边，哎，四个人头，三个人头，我开引擎往后缩一下吧，要不，哎呀，死掉了，三个人头，还行。明白，我当时在这边多浪费了一炮的时间，多浪费了整整七八秒钟。第一炮杀掉的话，我就直接缩进去了，就也没有后面的事了。哎呀，好喜欢有声音的感觉呀，不再是个笼子。九九式的视频，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了，就之后应该不会再做了。这个视频纯粹是为了弥补上次那个音效很差的九九式的视频才做的。懂吧？丢个火炮过去，那边有人，要不去救一下右半边？但我怕我跑到那边去，妈的队友把他们杀掉了，经常有这种事情的。长途跋涉去救场，结果跑到那边，对边死掉。哇，打好凶啊都！走走走，慢慢走。好的，贝贝，好的。哎呀，这他妈啥呀？哎，不过前面一把打的蛮舒服了，其实。前面一把，而且还翻盘了，算是也算是个小翻盘局，能赢就挺开心的。死人。哎呀，尸体太多了，好烦哦！这种图还好，再小一点的地图，满地图尸体，真的是见谁都觉得像是人呐。那个才是真的烦。我们继续往那边杀，好吧？但那边的人好像已经死了，那边还没死。那我觉得快了，三个人围攻，一个还不死吗？哎，死了，我就知道，拿了个助攻，好歹前面火炮砸的助攻，豹 A 六，我操，三辆车围攻一辆豹 A 六，打到现在也是不容易。好的，感觉这把要赢了。哇，这边是妈的英美德瑞都在一起了，这边死人吧，我都不用看，再走都要走到他们家门口了。哎，我操，哦，还好还好还好。吓老子一跳的，一转头过去，一辆车看着我，送你走。咦，没有伤害，第二炮，这是辆什么 M1 吗？感觉是 M1。哎 ，M1， 拜拜宝贝，放个烟，横向走，赢了，点要站下来了，赢了，四个人头，四个人头，我也可以在我们队排第二名啊。大家普遍人头这把不多。两连胜结束今天的九九式视频录制，还算不错吧？赢了，点赞完就结束了，还行吧？好吧，希望你们还算喜欢，反正这次至少声音听得舒服了，对吧？不再是上次那个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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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还行，就还可以，好吧？就到这儿吧，宝贝们，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，拜拜。点个三连咯。